种茄子的茄友们，今天我用3秒钟教会您种出好茄子，您可要认真听仔细了，错过可就真的亏大了。种茄子千万不能偷懒，谁偷懒谁减产。种茄子一定要相信科学，科学管理才能高产不得病。不管您种植的是长茄子、线茄子还是圆茄子，都一定要认真看您种植的茄子是不是经常出现黄叶、落叶、小叶、卷叶、花叶、落果，好不容易长出来的茄子呢还烂了一大堆，包括死磕烂根、青枯、立枯、炭疽、疫病、灰霉病毒等一系列问题，那您赶紧点赞收藏，接下来咱们给干货分享种植茄子高产不得病的绝佳配方。想要种出好茄子，除了正确的水肥管理之外，还有一步至关重要，在茄子植株长到30公分的时候，用磷酸二氢钾50克、流体硼20毫升、兑水30斤，7到10天喷一次，连续喷3次，5天见效果，不仅能让茄子叶片变绿、开花多、坐果多，还可以预防畸形果、空心果。你记住了吗？关注我，每天分享茄子种植知识。